皇主，这就是天佑王朝的待客之道吗？我既然来都来了，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？你这样可算是有些失礼吧。大胆，敢擅闯大殿，找灭！奉劝你们一句，你们这些会点武技的凡修，就不要想着和真正的修士斗了，不然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休怪我没警告过你，尊敬的皇主殿下。修士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真的是天众王朝的使者？我以往印象中的天众王朝使者，可不像阁下这般霸道无礼。皇主殿下真是洞察力惊人啊，居然瞒不过你的眼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乃前任天佐王朝皇主陈风啸。什么？陈风啸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不是……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陈风啸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那么激动，我的皇主殿下，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要在你们天佑王朝开坛做法。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告诉你，那必不可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。哦，那就是没得谈了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能勉强当你们天佑王朝的皇主了。来人，给我拿下他。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费口舌了，老子不给你们整点活，你们是不会害怕的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全都灭了。这是什么妖物？实力竟如此恐怖。各位，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，臣服或者亡。那就从你开始吧，你选哪一个？老夫三朝元老，岂会因为这点事情就背叛皇朝的？老夫就算是殒命，也不会臣服乱臣贼子。可恶，陈风啸，你欺负我天佑王朝无人是吗？该你了，给你三秒钟的时间回答我，是归顺我呢，还是亡？逆贼，休要猖狂！我堂堂天佑王朝，个个铁骨铮铮，岂会受你这种阴险小人胁迫？第三个是你。我犹豫就是拒绝。哎，别怪我太狠，给你机会不中用啊。继续起舞吧。陈风啸，够了。尊敬的皇主殿下，你觉得够就够了，我可没有觉得够。他们都是我天佑王朝的忠臣将士，请不要再残害他们了。至于你想做什么，你尽管去做，这里所有人乃至这里的一切都听你凋零，我不会阻拦。皇主殿下，你早这样多好，就不用亡这么多人了。我这个人其实很仁慈的，给了他们三秒钟的选择时间，是他们没把握住这良好的机会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对了，给你们个忠告，你们不要妄想逃出去给李安报信，整座皇宫我都会封锁起来，不然你们出去一个，我灭十个。皇主，怎么办？那陈风啸定没安好心。此事必须尽快通知七弟，这不是世俗武力能解决的事情，只有七弟这等修行者能阻止这场灾难。可是皇宫被封锁。可恶，朕就没有任何对策了吗？对了，你现在去找我三弟李易峰，他或许有办法。三皇子一直在闭关，我去找他。三皇子殿下，三皇子殿下，我有要事相见。
回去吧。本皇子不是说过，闭关的时候谁也不许来打扰我吗？不见。